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推。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哎一下。我知道是什么。推 A。哼，我血赚80块钱，回家买针眼儿去。他小丑要干嘛呀？来帮他，别急着出去。哎，利息。一会儿那小丑让人追了，他得靠我们。那小丑让人追，如果我们不过来保他，他很有可能他会死，知道吧？点炎推咬平 A 闪现，啊，推 A nice， 这艾克他别想玩了，他，哼。小艾克，这就叫队友有配合，知道吧？推咬点，给我加个血，我操，早点加呀，血加慢了感觉。也能死吧，我到了，你我干的，推咬点，又让锤石给杀了，锤石杀就杀吧。既然你喜欢换，啊，我就跟你换。你若战，我便战。二级再干，干个屁，干不干？我的卢仙，我不给他杀了。而且刚才好像是一波单杀，你给我捆住，推咬，再咬，强杀。推咬起飞降落，来一枪，这锤石在干嘛？又一波一换一，可以接受。哎呀，这老换也不是个事儿啊，从下边开始不跟对面换了。他干哈呀？他能打过你吗？艾克二级啊，艾克，哼，5分钟回家4次了，那没办法，对面老要干，你若干我便干，升个3，
漂亮。这个锤石他在干什么呀？在这儿等一下对面 ADC 啊，一W Q 咬耗点盐，应该让他一。我们起飞降落平 A 咬，还挺烧的 ADC， 都这样式的还回头点我呢，一打不溜这来一打不溜推咬再咬起飞降落，漂亮！这不就四级了吗？多快呀！咱再来一个黑暗封印。首先现在对面艾克肯定是玩不了了，其次对面卢仙也肯定是玩不了了，他没有人头，全是锤石的，三个人头锤石。接打不溜推咬起飞降落咬为音再咬点接打不溜 Q 咬不要害怕闪现来接打不溜放 Q我没死啊啊哎哎来回头一打不溜咬哎拿下插个眼儿我很烧啊来个法师之靴艾克四级我也四级怎么个小丑七级了来一打不溜推咬点盐起飞降落点一下小蜘蛛咬死这个 ADC 咋不打人呢那不打人那就没办法了你就拿不到这人头了本来你打人你还能拿到的好这里没有眼儿我们过来插个眼来一打不溜 Q 咬杀 ADC 平 A 起飞降落再咬我们死了人有点多呀这文音怎么过来了呢兄弟们
我先出黑焰收割者，要不然我永远也出不出来了。暗夜收割者，我先给他除了。来，我们进草丛蹲这个炉仙。好，锤石没在，直接越。好，不好溜，好定 Q 一咬。我想给你让个人头，但你不要，那就没办法了。打个野吧，反正是对面的野。这炉仙已经不要想再这个线上出现了，你知道吧？他现在只要来下路，他必死。嗯，就咬一下，只要他往下路走，他就必死，他根本他就出不了线，他连插眼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这波往中路支援一波啊，人稍微有点多。一打不溜，推先杀的锤石，快跑！哇，这刀锋好猛啊！他敢过来打吗？他不敢。我起飞。降落，刀锋死了，咬死，推，300块钱，哎呀，怎么的 ？ADC 死了啊？没死，我寻 ADC 死了呢。推，点炎，咬。起飞降落点一下，很烧啊！这锤石，这炉仙哪里来啊？出个啥呢？全是 ADC 呀、啊，那来个这个吧。这个锤石勾的位置真的很刁钻啊，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勾得着，很奇怪。我们来野区等一波，这野区没人敢进，现在随便 E 一下，能 E 到就死。咬，起飞，降落，我咬，
哇，这永恩娟梅菲斯一打反溜，嘿，起飞，插个眼儿，再插个针眼儿，线眼来一个啊，回家了。我就给红打了吧，这样我们还能回血。虽然我们杀了很多人啊，但是这把的 MVP 我估计够呛。等级太低了，这你自己没拿着啊，跟我可没关系，那就没办法了。我们去也去找找这艾克去。灰咬点烟，敢在这里打三郎，我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把他野区给他清了。下路看看这个锤石怎么回事，炸一下，下路谁让人干了，我们就找一手啊，好狙一打反溜推咬推，一打不溜推咬起飞降落，一哎可以，我还有钉呢，没事，一预判一，这个是看他穿不穿这小兵，炸一下，推干哈呢，这看来艾克很生气呀、啊、耶推，哎呀我钉没钉出来，我操，可惜了，不过艾克其实是赚了，他把我蜘蛛女皇一杀，他拿了900块钱，哎呀900块呀，反正他也不值钱，出这一身破烂，能杀一个是一个，正好回去让人给定住，你看漂亮啊，你还有峡谷先锋呢，兄弟，
三二一 ，EW 闪现 Q， 呀哈，差一丢丢。放一刀，蜘蛛要干的事儿太多了，你知道吧？我首先我得遇到他，然后我 W 闪现接口。